Hello， 我是 Kiefer， 就客串今个礼拜的新货推介，同你哋介绍下今个礼拜有咩新货。咁第一件咧就系呢个 Express 套装批，呢套套装批咧有留意开 Express 嘅就可能已经见过噶啦，问有咩特别。咁今次咧就我哋同厂方夹咗嘅咧，就系可以自定翻喺个批柄嗰度咧，刻翻你想要嘅名或者字，任何嘢都得嘅。咁有10个位俾你拣，咁呢10个位咧就可以。揀啦，空格啦，英文字母啦，或者數目字啦，暫時就唔會做中文住啦。咁呢套呢 set 套裝批咧，就跟咗由 1.5 至到 3.0 嘅六角批，同埋 5.5 同 7.0 嘅波批，咁就可以扭下尾翼啊、車轆啊，同埋基本上成架 touring 車上面有嘅螺絲都扭到噶啦。咁第二件新翻貨品咧，就係 Traxxas 嘅無刷後驅 Slash 噶。呢架 Slash 咧就跟咗 TSM， 就係類似，如果有玩開車就係叫 Gyro 嘅物體啦。咁呢啲 off-road 車 Gyro 有咩用呢？就佢幫你扶翻正架車。譬如你俾大家有可能甩尾，咁佢就會幫你扶翻直，就唔會甩尾，咁就易玩咗啦。嚟到最尾一件就係 Marsing 推出嘅 TT02 套裝盒啦。咁呢套裝盒咧就跟咗咩呢？就好經典嘅五代路上車殼，不過咧就係未上色嘅。都有好處嘅，你可以揀你自己中意咩顏色，噴翻成龍花又得，或者其他色你中意都乜都得。今次咧廠方就跟翻隻電變俾你買隻 servo 控，咁就玩到噶啦，買埋電啦。咁如果冇 follow 開我哋嘅話咧，記住 like 呢條片啦 ，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，同埋上我哋 Facebook 留意翻有咩新貨啦。好，再見。